丑女董事长跳舞的。不知不觉，另外一个男的又上来了。我先来的，小姐你搞错了，稍后来你这样说他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同学们，你有什么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呢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一群史上最正的美少女班级，以及最酷的班导师黑人。此外，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位帅哥助教，一同来学习学校没有教过的事。同学们，你准备好上课了吗？上课了，欢迎我们的老师黑人助教班里。逗留了一下子啊，非常好，要快看到我们，我们要让们好厉害！同学们坐下坐下，刚听你那什么表情，好像不大爽的感觉。我怎么了？你看，哎，怎么可以乱摸的感觉？没有没有。雅雅刚刚有跟他互动是不是？有，因为我刚看雅雅的眼睛好大，好可爱。雅雅，你很喜欢的人来了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讲？很高兴啊。雅雅，还有呢？雅雅，你知道我们班雅雅很喜欢你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现在才知道。以后要常常上，什么常常上？常上节目，上我们这个。你觉得 Henry 表现好不好？在 Channel B 里面，一直都很棒。谢谢，谢谢雅雅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要先问一下同学，自己认为是聪明女人的举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不多啊。好，觉得自己蛮笨的举手。慢慢，小玉举手举高。小玉，慢慢你也觉得自己笨。还蛮大条的。蛮大大条。大条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神经蛮大条。神经大条对吗？有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自己神经大条？不知道，就常。很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应比较慢。反应比较慢。对，我也觉得我有做出一件事情还蛮笨的，就之前呢、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准备要过去跟她搭讪，可是后来我走路走了走，就是我会一直往回看嘛，一直往回看，我前面一个消防栓，我没有看到膝盖，啪，我就跪下。那女的走过来看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跪倒在地上了，然后很丢脸。那我要到电话。这个是他这个许不了，像朱延平导演的桥段。只差没有拿那个望远镜的时候是拿冰淇淋转，一样的桥段，一样那种笨的桥段，这种桥段还有没有？搭公车不是有个干干，然后那边穿夹克，跟干干一起穿进去，卡的笨的。还有呢，小刀，你自己应该算是精明聪明的吧？但是我有白痴的时候，比如说走路的时候突然。人家讲话很热烈，我突然冒出一句那种真子也听不懂的话，然后整个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真的，这坏习惯要改了。你是改不了啊！我想本班都上过情绪。你是牛。对，他是很奇怪的一个牛啊！哎，笨的同学很多了，那聪明的只有四个。想不想成为聪明的女人？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一位老师呢，教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女人。让我们欢迎今天老师陶晶莹陶子姐。真的名模的
的架势。没有，我只会走这种。对对对，还有小姐你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是弟弟，大家好，哥哥。还有所有小辣妹，大家好。我反而想问他们第一个问题，是，你们怎么没有去参加台湾小姐选拔啊？身高不够，身高不够，太矮了，三十个漂亮妹妹都在这里耶，绝对是有，对啊，台湾小姐上次来，我跟你讲，马上哭着回家，他们摧残了，来，请上讲台，再次欢迎桃子姐。最近出唱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多久了？9月2号发片，走路去纽约。我的意思说，相隔多久了？啊，对不起。一开始就听朋友他讲。做专辑的话是3年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。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对对对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累积了很多精髓在里面。我可以给同学这样唱一遍。要喊我哦。啊。老师可以现场唱一下吗？那。可以。走路去纽约，走路去纽约。OK。突然想不要飞，想做哎，海报，海报，海报，再来一次，哦，要有 feel， 好，要有 feel， 要有 feel。突然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。重新评分了哦！哎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这次唱腔的声音都不一样了。哎，真的，嗯，因为。嗯，太久很，因为7年级的一直上来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时候你在出唱片的时候，可能他们还在国小，应该没听过吧？我以前的专辑没有听过，都有听吗？哦，那还不算太以前了。天空飘扬，那你听过电子琴？天空飘扬谁听过？你才20岁，你怎么听过？你那时候大概4岁还5岁？小时候听的。那你没有被我吓到吗？那时候？大大有有有戴眼镜那个，就是很大的圆圆的眼镜，那个眼镜算成俗称的大熊眼镜。不是不是，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吗？真的还蛮大。而且其实那时候有一位艺人，他那时候也很小，然后看电视看到我以眼镜造型出现的时候，他就被吓到，然后妈妈带他去庙里收集。谁？罗志祥。真的假的？他看《顽皮家族》，然后就啊。然后妈妈就看他呆住，就把他带到庙里去。从那个时候啊，再转变到现在，就差很多了。对啊，而且都没有做任何的整形哎。对啊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改变？就是有专业的化妆师之后，人生就比较亮丽。因为以前是我自己化嘛。对。那我不像现在妹妹这么会化妆，她们好会打扮自己。算是哎，有没有觉得？因为像台湾地区是台北水准了，算妹子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都这么可爱，我觉得她们每一个都好像洋娃娃。因为老师难得来我们黑社会嘛。哎。什么问题要率先问？来，慢慢。